今天过节啊，出来吃饭吧，羊排。都酥了。看羊头。这里边还在煮着。煮的羊肉。太他妈烫了。有筋不好咬。咱们也不是说我姐，你得帮我拿个碗呗，我也喝点汤。给还有点啥还有点。你那儿有个碗，我们准备拿这些碗，把那个碗。来。他俩，他把哥呀。来。羊汤。这是抹。还是能吃点土豆吧。嗯。土豆炒了能吃点。这店狗，这个干嘛跑？